这啥呀？这是啊！干啥呢？我是不是给你脸给多了？那你现在在家里欺负我、打我、骂我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就告诉我丈母娘，说你现在在家欺负我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给我爸爸来钱，我要去割背。啥？别动！啊！男人的事少打听，听见吗？听见吗？讨厌！我操！刘鑫，老公回来了，你要亲亲，你要拥抱。亲亲在这儿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你别笑。